位亲爱的来宾朋友。结婚哎。女士们先生们。那是农村的妹妹结的吗？胡小燕，大家中午好。快跑、是变态了吧？你爸跟我朝夕相处以后，你会爱上他。我秦一月死都不爱上。来吧，谢谢你愿意陪我，我喜欢你。我看人家电视剧里面跟男主谈恋爱都是被各种宠溺各种哄，到我这儿我就捡了个傻白甜，还得教你怎么谈恋爱。教会了我，想要成果的不还是你吗？